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捷德奥特曼的皇家形态阶级游戏。那这次呢，我们用卡片召唤出了皇家形态，而且这张卡片是第三弹最新的卡片。然后我们会用卡片来召唤奥特之王。那这两个组合是不是很帅气呢？而且我们会用胶囊召唤出捷德奥特曼一个新的形态，我们用的是梦比优斯和佐菲奥特曼的奥特胶囊。这个新形态你们知道叫什么形态吗？而且这一次我们要对战的怪兽是捷德奥特曼最新的一集登场的闪电杀手，这一次的难度是两颗星的。皇家形态登场好威风啊，闪电杀手感觉很厉害，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游戏吧。首先我们来发动攻击，这是脚踢，然后是光线攻击，召唤捷德奥特曼火焰领导者，这是一个由红色和蓝色组成的形态，它的必杀技是什么呢？哇，太酷了！他先用兵器把怪兽冻住了，然后再发动大火球攻击。奥特之王帮忙抵挡住了怪兽的攻击。轮到捷德奥特曼的反击。太厉害了，捷德奥特曼躲过了所有的攻击，还把怪兽给踢倒了。发动连环击，捷德奥特曼的连环击好快啊，叫我们继续来攻击。原来皇家形态的攻击是用王子之剑进行攻击的，那王子之剑在攻击的时候呢，是以剑的形态，然后光线攻击也是从王子之剑发出的。这里怪兽的攻击来了，防御，防御成功，皇家形态拿着剑的姿势好帅气啊。我们的必杀技能量槽已经充满了，是时候要来发动必杀技了。轮到必杀技了，召唤奥特之王，发动联合必杀技，两个最强大的奥特曼发动联合必杀技，太帅了。皇家终结，地面都被打碎了，太酷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阶级形态，一个是皇家形态，另外一个是什么形态呢？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下次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贝利亚最强大的形态，极恶贝利亚。
大家记得收看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